李希如和霍建华将于31日在巴厘岛完婚。今晚，两人为嘉宾举行了海上自助餐欢迎晚宴，舒淇等百余位观礼亲友将出席。晚宴菜单分南洋风味和西式两种，菜品近40种，品类繁多。两位新人为了照顾不同宾客的口味，也是相当贴心哦。从菜单可以看出，晚宴西餐部分依照惯例还是前菜、主菜、饭后甜点等三部分，还有龙尾虾、安格斯牛排、意大利面、有机沙拉、水果拼盘、芝士蛋糕等将近20道，既健康又美味的菜肴。而南洋风味的菜单中则有凯撒沙拉、冬阴功汤、水煮龙虾沙拉、炸蔬菜饺等，也是将近20道菜肴。从曝光的晚宴照片可以看出，晚宴环境淡雅宜人，布置以白色和绿色为主，极具热带风情。晚宴时间，吴奇隆、刘诗诗夫妇、胡歌、刘涛等好友都来了。舒淇身穿一袭红色缎面吊带裙，与新娘合影，性感万分。霍建华和林心如也终于同框，二人十指紧扣现身，林心如一脸的娇羞，霍建华则依旧一副老干部模样，表情严肃。